我偷跟路人讲话，眼睛太好了吧？哦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讲错了，没有顶裂眼睛，大师眼睛，这个是大师眼睛啊。都好帅，没事。卖车的，我的队友是卖车的，要跟他买车吗？要跟他买车吗？今晚卖车的今晚，有人要买车吗？卖什么车呢？好好奇哦。卖车的今晚，仙女味儿，这个希尔是仙女味儿，仙女味儿。卖车的不想跳伞，当然了，这些人，哎，这里没有人哎。没人，没人，快乐，没有人。我还以为会很多人，结果没什么人，没有人。这里有 Wingman，这里有这个。Observing this spot over here. Backpack here, level two. 我都没有我想要的枪啊！Let's go over here. 好喂，好喂，家里。来，九九，现在，哎，不对，我要解任务的，有没有那个啊？那个，没有安全呢。No no 安全，不要啦！拿双喷子，我一定是来闹的，我绝对是来闹的吧。我们离圈好远呢，我们需要走路，我们要走了，不然会死掉。怎么都没有个蓝甲呢？没有蓝甲。全部都是雷，这在暗示什么呢？我就是个雷，然后敌人打开十包，全部都是雷哦。Hello，我就是个雷。噔噔，小雷，我是大雷，好吗？小雷失踪了。失踪的小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跑圈？